超级大的一个箱子。那我要把这个箱子里面的扫地机器人放到这个我这个预留好的位置，希望塞得下。然后一直忘记讲，这个是科沃斯的 T20 Omni， 算是新的系列啦。那我们来开箱吧。哇，打开就是这个要怎么安装的说明。我怎么觉得好复杂哦？买一个扫地机器人，搞这么复杂，然后里面有这么多东西，这怎么弄？这个底座，我看一下这个底座，然后这个是扫地机器人本体，好，然后这个扫地机器人的盒子长这样，盒子长这样，然后这个基座很贴心的，我告诉你图示啊，你要怎么拿会比较安全。好，然后我买的版本呢，它有分好几个版本，那这个版本差异是差在它会送什么东西这样子。那我选的是送这个滚刷，这个银离子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滚刷盖板，然后这个是浮动滚刷，是可以替换滚刷的。然后这个银离子放在这个水箱，那里面有附一个这个怎么安装？那就是水箱打开。干净的水箱，然后就是这个是这一个，这一个是原本，然后这一个浅蓝色的是这个银离子，所以是除臭用的样子。好，然后它放水箱就这样子放上去就好了。它整体是真的蛮大的，我其实有吓到。影片看起来可能还好，但是实际上看真的是超级大。那这个就是污水箱啦，哈，污水箱。那这个就是要自己拿去倒掉，然后这个要自己加水。这个是干净的水，就是脏的水。然后扫地机器人的箱子里面就是有这个滚刷。我第一次摸到这个布，这个布是可以拆卸可以装的哈。那有两个，看一下，对，它就是魔鬼粘这样。然后它就一整圈都是魔鬼粘啊，对，一整圈都是魔鬼粘，就是这种魔鬼粘 ，OK。再来是这个边刷的部分，边刷两组，好，边刷两组先拿下来，跟人家说明书嘛，然后跟它的这个清洁的头。旁边这边也是清洁的刷子跟它的电源线一个 ，OK， 再来就是这个本体啦。本体这个是没有黑色，我看的时候是没黑色，然后就这个银灰色 ，OK， 啊，那就是长这个样子，而且它很重，它蛮重的，但是蛮有质感的啦。OK， 那这个是要先把它拿出来吧，然后打开这个应该是要拿起来的，对，因为这个是哦，它是这样子，这是拿起来的。OK， 那这个就是盖板，拿起来之后盖板长这样。那这个应该就是收集灰尘的那个盒子的，我刚才看这个怎么拆，是从这边勾起来就可以拔了。我想说要怎么拆，然后就是这样就压下去，轻轻的扣着就可以了。就是它可以自动集成啊，那你可以手动把这边清清。那手动清这个，主要我的话应该是只是想把盒子清干净啊。那它里面还有一个滤网哦，就是这个，但我不确定能不能水洗，还是这个是耗材啊，要看一下说明书。然后这个啊，就是它的那个，应该是它的那个打雷射 TTOF 的那个头吧，那头应该在这里。OK， 然后底部的滚刷看起来蛮先进的、啊，那这个还可以压着，还是可以压的，所以它走路可能是会有这样子吧。
然后它的中间导向的滚的，然后这边也是可以。它这个其实蛮粗的，好，不要乱玩。然后它这个滚刷这一代，它预设出厂是这种细胶的滚刷了，就不是毛的那一种。OK， 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边刷盖，可以把它拿起来，然后就是可以就把它拿起来，就可以去清洁这样。然后把这个盖回去。对 ，OK， 大概就这样子。好了，这要怎么弄呢？哦，原来是这个压进去，听到咔一声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样都完成了，然后这边边刷也完成了，可以开始连线了。然后它现在正在建立地图当中，还蛮早的。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，他选择要在哪边开始建立地图啊？应该是放的位置吧，我猜。他应该只是少一个区块出来吧？就像地上超脏的。它不会撞到旁边的，它是不是你在清洁？看起来是哦。哦，这个门槛轻松过去。好，倒车入库。会成功倒车入库呢？哎，你要回家了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哔哔哔哔哔，能不能顺利进去呢？看起来是妥妥的。
始充电。那个集成盒啊，现在用了两个，也多一半哈。集成盒基本上它的残留物都不太多啦，都一些小毛，残留物不太多啦。那基本上也不会有食物啦，因为基本上看到食物掉在地上，我就会去清了。然后基本上这个也不用太常洗啊，我觉得不用太常洗，可能一个月之内把它洗一洗吧。但我不确定这个能不能洗，因为这个是耗材。这个是可以再去买的，应该是可以洗吧？啊，不确定，我要查一下。但是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残留物太多啦。OK， 我看到它上面有写，就是你可以如果真的太多，可以把它倒掉，把它拿起来，然后把这个塞一塞，盒子可以水洗。但是它没有说第五格可不可以洗，它说可以晒啊。那看起来应该是黑色的，这个应该是不能洗的。从图上面看的话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就盒子可以洗，这一个是不能洗，可以去晒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哈。好的，这个是大师家的这个地图哈。那这个地图呢，就是假设我是选深度清洁哈，然后它来回扫两次的话，我自己是它大概跑了104分钟了，大概是46平方，所以然后它那个一桶水啊，吸再拖，所以会比较花时间。这个魔术其实是这样，先吸再拖，然后花比较多时间。然后一桶水差不多会快用完，46瓶的话，差不多会用完。然后这边在这个 app 里面啊，我觉得有些地方是，比如说区域好了，像这个地方的区域，就是我可以选择哦，我只要扫这个区域就好了，是还算是方便的。然后它的清洁偏好呢，你可以选说要扫地、拖地，或是边吸边拖两次，然后静音标准最强，但它静音标准最强的吸力，它不会告诉你是几千帕 ，OK， 好不好？那
这个地方的最强啊，其实不是这台扫地机器人最强的模式。那它最强的模式的话，等一下我跟大家讲。然后反正这个地方就分成区域自动居家制定。那自动的话，就是它会从这个清洁顺序里面，你可以去选你要从哪一地方开始清。好，自动的话我记得是这样。那它这个有省心模式，那省心模式的话，它是说这个角度深度清洁的地方会在自动清扫跟省心模式下启用。那其实我分不太出来它的省心模式跟这个自动的差异到底在哪里，我其实不是很清楚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差别，因为我就是选它的清洁效率精细标准或快速，然后也不要深度清洁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它的深度清洁应该是会让屁股去甩，就是它那个拖布会去甩那个墙边，但是我没有看到它有甩那个墙边的意思，只是我看不到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弄，还是有这个功能的。那再来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智慧清扫部分哈。然后我的扫地机器人一开始呢，它的沙发底下它进不去，应该说它只会在进去一点点又出来。然后后来想说奇怪，不可能啊，后来才知道是这个 3D 障碍回避哈，你这个要关掉。因为它这个障碍回避呢，它会避开障碍物，还蛮精准，就是它会抓一个距离，比如说它的拖鞋或墙壁，它快遇到，它会隔差不多一个手掌的距离。所以，可是这样的缺点是，它其实不会贴着墙壁在扫跟拖，所以大部分我会把这个 3D 障碍回避给关掉。那关掉之后，我的沙发底下它就会进去清扫了。所以我猜是它有侦测到沙发离它的高度蛮近的，所以它不进去。但其实我的沙发是可以让它进去的。OK， 这个要特别注意哦。我也是研究了一阵子，发现为什么我沙发底下它进不去的？原来是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这个地方要沙发底下，我建议是关掉。如果你沙发扫地机器人进不去，你这个要记得关掉，就这个障碍回避功能，这个要记得关掉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持续清扫跟自动集成，这个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然后烘干跟这个回洗间隔啊，拖布湿度，我个人用标准其实都蛮湿的，虽然用什么湿润跟微湿，其实就看各位标准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。我自己是觉得差不多。那如果真的怕太湿，就用微湿就好了哈。那再来是回洗间隔，就看你要六分钟，或者是10分钟，或15分钟，我个人觉得6分钟是最好的啦，因为我觉得还蛮脏的。那烘干时间就是2小时、3小时、4小时。然后我自己烘的时候2小时没有干，没有到很干啊，所以我觉得差不多都要3小时或4小时。但3小时跟4小时我没有实测过了，有可能是我环境关系让它不会那么快干。所以因为你烘干的环境其实跟你的环境的湿度也有关系的，对，它不是说它会烘到干为止，不是，它是烘2个小时就停了，它是这样 ，OK。烘干的时候不会很大声，这个是优点。然后它那个自动集成超大声，这个没有办法。然后它吸力的时候也很大声，拖地也会有声音，反正就是有声音的，它不可能没声音。所以你们怕吵的，就是不在家的时候再用 ，OK。然后它这个还有一个居家模式哦，这居家模式干嘛呢？哦，这个又很复杂了哈。居家模式呢，就是你看，比如说这个地图我建好了之后，我再建一个沙发，这个三人沙发好了。那这个三人沙发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旋转，好像是这样好了。OK， 然后它有长度可以选，就调整尺寸。这个尺寸就是这样，但是它不能自己调，它只是预设的。好像是这样好了。这边储存，好储存，好再回去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这张地图呢，它这个地图是可以存3张地图的哈。OK，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。OK， 那你这个居家模式呢，你就看到，我居家模式有这个东西，这个沙发哈，就是可以去选择，我只要停这个沙发的地方。那为什么现在不能点呢？奇怪。然后在这个居家模式里面呢，你就只能选 3D 模型，它不能用 2D 的，不能用 2D 的这样子，它只能用 3D 的。然后不管，反正就是这样，你就可以建你的家具。
那你今天加去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对这个你的 Echo 啊，这个扫地机器人，你跟他说我要清扫沙发，自动去找你的沙发的地方在哪里哈，就是这样。也就是说，我要清这个床架底下，你床架垫好做好之后，他就会自己去找床架的地方了。自定的部分呢，就是把你这个地方蓝色的地方框起来之后，框起来之后就代表说它只扫这个地方，然后按这个开始键就可以扫那个地方，然后清点编号选你要的。好，这个大概就是简易模式下的东西啦。好，再来就是自定清扫的部分哈。然后这边自定清扫这边会有基座功能，然后基座功能就是你可以按清洗拖布、清空灰尘跟结束烘干。然后热水清洗，大部分我都用热水清洗啊。然后就这样，这个手动用。好，那这边自动清扫部分呢，要跟大家讲一下哦。这是研究了很久啊。好，你看哦，这是你家的地图啊，我家的地图，对不起。好，他会告诉你说，假设我要弄这个洗碗机日常清扫，好，假设我要选这个房间好了，我可以选这个房间。先把这边都关掉。好，比如说我要选这个地方，好，或是家具，好都可以，家具也可以选哈。那这边家具我们先不选。这边呢，代表说，我只要扫房间这个区块，房间一这个区块。那房间的区块呢，你可以按进去之后，会有清扫一次、两次哈。好，你看这边吸力有静音、标准跟最强哈，但是它出现一个龙卷风，超强。这个超强应该就是这台扫地机器人的最强的趴数。说你在最前面的地方呢，是没办法用这个最强模式，你只能在自定日常清扫这边使用这个超强龙卷风的模式哦。好，我们按储存，可以选清扫跟吸力储存，好，还是这样子哈。好，代表说，你看一下这个管理的部分哈。好，这个管理的部分呢，你就出现这个地方，然后只扫这个地方，那你也可以。建一个，再建一个，好，假设我选这样个好了，好，我选这样，好，储存，然后就可以命名说，这个地方是哪个房间，好，我们选44，随便，好，那这个地方你就可以选，好，我要按这个地方，按下去44或者日常清扫就会扫你设定的那个区域的地方，那你要删掉的话就删掉，把它删掉。是这样完成，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觉得你要做最强吸力的话，你就是要从这个地方去做，自定清扫这边去做，要不然你没办法弄最大吸力。你在这个前面这个模式是只能用最强模式的吸力，不能用龙卷风的模式。龙卷风模式只能在这里。我目前找到的是这样。OK， 那地毯清扫的话，就是如字面上的意思哈。那基本上，因为它抬升的拖布其实没有抬升很高，所以你的拖布其实还是多少碰到地毯，这还是要看你的地毯高度厚不厚去决定的哈。它不可能不碰到。OK， 我自己观察是这样，但它会抬啊，它会抬升。整体上来说，我觉得它都还不错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地图编辑哈，这个地图编辑不要讲太久。我讲一下这个地方的缺点，这个缺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有时候会把明明你看厨房一跟房间四明明是不同，这边有一个墙壁，可是他把它融在一起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有时候我就要把它分割，用这个去分割，我就觉得有点麻烦，就是有点这边还不是很人性化，为什么要去切？然后像这个房间二，我明明是把它关起来，这个房间二是我厕所。我明明是关起啊，可是他还是帮我汇出来。扫地前就看到这个房间，就会去清扫，就有点麻烦。所以我这边用一个虚拟边界，这虚拟边界我说吸地跟拖地时启用或拖地时启用这样子，然后就在上面画这个边界啊，这个地方就是不要过来这样，就有点小麻烦啊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会这样子。好，但这个就是你可以分割或是合并，你把这边分割，这个房间再把分割，或者是说。把这个地方全部合并在一起是可以的 ，OK， 好。然后另外一个我要说的是，我遇到的 bug 吧，就是我明明有时候呢，我选这个家的地图好了，
他会告诉我说，哎，这个地图不能使用，他只是自动帮我换成地图一这个地图，超奇怪的，超怪。后来我直接把另外一张地图删掉之后，再重建一个之后就正常了。就是他，我们愿意选，比如说我选地图一好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说地图一不能用，只能用地图二，他就帮我跳回地图二，超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要再更新韧体之类的吧。好，这是目前使用的心得，然后大概是这个样子啊。而且它，你说它有没有缺点呢？有，它有缺点。它的那个线啊 ，USB 的线，它还是会吸进去，它没有闪掉，所以大家的那个线还是要小心，不要放在地上，它不会闪掉。对，因为线太细了啦 ，USB 的线太细了。推不推呢？个人觉得蛮推的，但是就大家多比较，因为现在很多厂商又出很多新的。反式的，像那个追觅，他出的那个拖地模式，可以把拖地的那个延伸出去，我觉得比我这一台好用多了。因为我这台是 T20 Harmony， 他是说原本是说可以这个深度清洁，可以甩尾啊甩屁股，但是我一直看不到他甩屁股去擦那个墙角，我不知道怎么用，所以我后来觉得追觅那台延伸模式或许是比较好的选择，或许啊，但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也没用过。如果是日常来用的话，我觉得这台差不多可以了啦，也是可以。OK， 给大家参考一下。那它干不干净呢？我只能说干净，它真的是干净，基本上蛮干净的。啊，那有什么问题在底下留言，然后跟大师讨论。好，就先这样。悲剧发生了，我垂在地上忘记收，就扫地机器人过去就。他可能还是没办法侦测到这个小线啊，然后就卡住了。难怪我在上班的时候发现我的扫地机器人不动，出现异常，所以大家那个线还是要收好，会坏掉。天哪，我的头 USB 头都被吸进去了。对啊，他这样子扫进去，还好没事，没有断掉。清理下是感测器。